2016年，著名鐘錶品牌奧米加再次擔任今年夏季奧運會指定計時品牌。呢個奧米加第27次為奧運嘅每一項賽事計時。奧米加華人獨家代理昌興珠寶為咗慶祝奧運盛會，喺奧運舉辦期間亦都舉辦咗奧運經典計時大展，專程從瑞士奧米加博物館帶嚟一批罕見嘅珍品。喺全世界眾多嘅鐘錶品牌當中，奧米加同奧運嘅淵源最深。為了向2016里約奧運會致敬，奧米加最新推出三款充滿奧運激情的運動腕錶。那麼現在我為大家介紹的這款呢，就是 Omega Speedmaster 最新的 Mark II 2016 Rio 腕錶。它的設計呢，充滿了奧運的元素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小三圈的表盤上呢，有銅製925純銀和 18K 黃金，分別代表的是奧運金、銀、銅三個表環。经过抛光处理的金刚表圈呢，搭配的是同样材质的金刚的表带，它的表背上呢也非常的那个特殊，是带了2016年 Rio 的镌刻字样的特殊表款。那么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另一个限量款，它是 Omega 的 Specialty 款，这款叫 Official Timekeeper 系列。然后呢，在它的表背上呢，也是镌刻了奥运五环，是全球限量188款。那么我们昌兴珠宝呢，作为 Omega 的最佳代理呢，非常荣幸的拿到了第188枚这个限量版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最后要介绍的一款呢，也是非常的特别。那么大家知道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呢 ，Golf 第一次回归了奥运赛场，成为竞技的运动之一。那么现在我手上拿的这款呢，就是 Omega 特别推出的 Seamaster Golf Edition， 那么是专门为高尔夫所设计的一款运动腕表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表盘上呢，印有那个绿颜色的 Seamaster 字样，以及它的所有的分针的时间也是绿色的，然后它的秒针呢也是亮七色的绿色，非常的 sporty， 那么见证了绿茵场上的高尔夫的所有的精彩赛事。与此同时，从即日起，凡是在昌兴珠宝购买奥米加腕表，即可获得2016奥运会精美礼品，数量有限，欲购从速。另外，昌兴珠宝仲将会在9月24日举办年度中秋节珠宝名表大抽奖活动，从即日起在昌兴珠宝购买满一定金额，即可获得抽奖券，多买多送。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。